下去，也许我还是没勇气把你留在这里。不得不说今天真的很热，我们造型师帮我订了一个冬天的衣服，但我现在感觉在夏天。但是今天很开心可以提早和新北的朋友一起过耶诞节。给板桥带来麻烦了，但是我们今天还是要开心的玩下去，好不好？一起去跑步，请不要说不，我们的节奏是吸两口再吐，用这样的速度把地球的忙